你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姑父可是这酒店的副总，在这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就凭你个小喽啰，你咋当众顶撞我？我看你是不想混了是吧？太过分了！慢着，你谁呀、啊？多管闲事儿！这可是集团的礼，我是顾客。哼，那你一边待着去，别耽误我培训员工。酒店大门敞开着营业，我这顾客来了，怎么还把我晾在一边？你这大堂经理是怎么当的？就凭你住得起我们酒店吗？我们这可是高端酒店，开个总统套。嚯，这不是咱们这的超级 VIP 黑金用户吗？看来李丽这次是惹错人了。是啊是啊，可是大麻烦了。你这是假的吧？全国拥有这张卡的不超过十个人，就凭你真当自己是集团老总了？姑父，这有个胡搅蛮缠的人。董事长，不知道你来视察，有失远迎啊。老吴啊，你这手底下的大堂经理可真是厉害，不仅随意克扣员工的工资，还不给交五险一金。总公司给每个员工下发4000元的底薪，拿到手只有2000万，那剩下的钱是谁的？董事长，李丽可不止克扣我们工资这么简单，她二姨是卖保险的，经常逼着我们买她阿姨卖不出去的保险。是啊是啊，李丽还指定我们去了大舅家高价采买蔬菜，从中贪污酒店的采购费。 你们老吴啊，听说她是你家亲戚，这事儿是不跟你也脱不了关系？没有没有，我一点不知道。董事长这样的毒瘤，公司必须开除。不能开除啊姑父。我闭嘴，真是你姑父乱叫什么。我保安，把这个人给我拖走。姑父，姑父，那都是妖孽啊，姑父。小姑娘，你是电梯里的？早晨的事，谢谢你。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。今天5周年纪念日，我晚上订了一桌，咱们出去吃好的。行，你今天休班，好好在家休息，我出个小差。回家接你哈。服务员，帮我们看个大床房。很高兴为你服务。好了宝宝，我开完会啊，先挂了。你不是出差了吗？亲爱的，他谁呀？他